然后送完你机搞完之后，后面有在呈现说呈现其他的礼物吗？没有，这就是嘛，有一还是刷本人的搞完，刷本人的搞完，刷本人的搞完。原来是要小钟开把阿布在报追求者送睾丸示爱。我们今天这集的主题就是小 S， 你平常到底都在干嘛？世界想聊最新一集居然是自己的日常，难道是请不到来宾吗？你觉得你过气了吗？我的巅峰已过，但是我没有过气，因为这是我已经成为了经典。所以成为了经典之后，你就不会过气了。其实来宾就是 S 妈啦。妈，你单身多久了？10年有了吧。你抿着良心跟我讲，有没有人追你？嗯，有人会这样子握我握手干嘛？你说那打那不是追，那是毛手毛脚啊？对。真的有人在追我妈，因为那天我去我妈家吃饭呢，她就说，哎，等一下有一个那狮子会的朋友会送东西来，然后她说她是从那个竹山，大概要开2小时吧，从那儿到台北应该两三个小时，我们在那边等，然后总算到了，因为是一个男的，我就很好奇，专程送我妈东西，我说妈，那个男生把我自己灌醉，他到底送你什么？然后我妈就说就这个啊，她从塑料袋里面拿出一包。然后上面写鸡佛，我说什么是鸡佛？他说就霹雳弹啊。我说什么是霹雳弹？他说就鸡睾丸啦。鸡睾丸跟那个鸡屁股是一样原理，就是会有荷尔蒙，好吃的。所以他送你就是希望你吃了之后发春，是不是？发春是不是？然后他送完你鸡睾丸之后，后面有在。呈现其他的礼物吗？没有，这就是嘛，还是刷本人的搞完，刷本人的搞完，刷本人的搞完。我们笑完就继续补充荷尔蒙，然后小 S 就真的送上男人伺候阿布，男人会管派来的。眼看小鲜肉献上肌肉，小钟会端上什么秘密武器呢？像我就不会这样特别讲，哎，手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的有心意的东西啊！太好了，因为春妹姐说喜欢幽默的人，这个是一颗心，对不对？我让它瞬间移动，我把它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看好哦，到这里哦，他又回来了，卫生纸我可以变出4种动物，相信吗？狮子，这什么？鸭子。蚊子，接下来还有更过分的。什么？你不会干吗？不行啊，现在有。这个呢，基本上呢，就拿给他，请他自己吃是最好。因为很久没看。妈妈笑得那么开心的话，你准备叫我爸爸，你准备叫我爸爸。如果跟他有下一代的话，一定长得不是男的很帅，女的就很漂亮。先生，你讲得太过火了，这时候还有下一代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，在这边祝实习文的朋友们新年快乐。